我咋不激动？有些人来激动。我激动啥子玩意是脸皮厚的给男的在那边转。哎呀，说那些。要得，他们说那喊师兄吃饭，他们一起去。他们说不好的，到后再锻炼过不？怎么？半夜三更的，我晓得说两个都得去，不好的，那说的，走嘛。走了噻，干嘛？走了。哎，上车。来，这里往快。哎，感谢。来来来，哎呀，我儿子坐这儿吧，我儿子坐这儿。来，吃一块。老板儿有没有凉拌鸡尾呀？今天是烤鱼。那就要有烤鱼嘛。我拿了那些烧烤，你们要吃啥子直接拿哟。要得，好的，好。哎呦，别激动。我咋不激动？有些人来激动。我激动啥子玩意是？脸皮厚的给男的在那边转。哎呀，说那些。哎，我咋子？低调点嘛！哎，喝啥喝啥的喝，也这么喝啊？你们笑什么？难道是笑我？我是个乔法斯吗？乔法斯是什么？黑夜巴士。老板儿。要是以后来做酒，你不要收钱哈，我放500块在这里，到时候不够我多退少不？哦，要的。你不要收他的钱哈。来，老板，有些男的少份的海椒有娃儿吃，嘎。可以。啊，你好嘛，俺都弄就吃。你喜欢吃虾啊？啊，龙虾更安逸，那个肉太多了。嘿，龙虾的好办。你连续吃哦，不要客气。要得，不客气。还有个烤鱼还没上。要得。二老，那边晚上是没放海椒的，你吃那方的，娃儿到时候吃那方。陈老姐，今天里面啥子海鲜的？七八个，长高个。师傅，那个烤鱼味道还可以啊。好妹儿。嗯。你耍朋友没有？没有啊。没耍朋友啊？嗯。
去了。不要得，我